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王一博亮相保护穿山甲纪录片《寻护者》首映礼，清爽少年迎面出现，青春气息满满，全程笑容拂面，一件黑色的野生救援文化衫，一条军绿色的直筒工装裤，拉条黑色腰带，很时尚，来自于小野人家。还有王一博穿了不止一回两回的黑武士滑板鞋，就这么简单的出现了，搭配精短发，王一博你就是这么吸引人瞩目。这场直播过程中，王一博一点偶像架子没有，很平易近人，微笑挂在嘴边，没有一点酷盖的清冷，反而可爱到不行，给人一种邻家大男孩的既视感。原来王一博在喜欢的领域里，他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一面。在分享保护小动物穿山甲的过程里，他语调也温柔很多，说的话还真的挺多，看得出来这次的纪录片拍摄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，所以才会滔滔不绝，语调也温柔很多。他在描述穿山甲的时候，鲜少有这么温柔的一面，微笑着，眼神中满是宠溺和喜欢，说参与救援的过程里发现穿山甲肚子上绒毛很软，他们很可爱，没有任何的攻击性，会为了保护自己蜷缩起来。突然发现王一博是个内心柔软的孩子，说穿山甲的爪子特别的 Q 弹，重重的，力气挺大，可是没有攻击性，很可爱，希望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他们，保护他们。他会谦虚低调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说到保护，他会面带微笑说帮助了一点点，把功劳就给了那群参与野生救援的工作人员，都知道他很喜欢小动物，对待他们也是很温柔的，这种下意识的举动，脸上的那份柔情是演不出来的，也是装不出来的，这是我们不曾见过的王一博。从放出来了的纪录片中，我们看到王一博和野生救援团队在深山老林中穿梭，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，拿着各种的工具在寻找穿山甲，看到他们跋山涉水，看到王一博在树林里的一举一动，没有所谓的偶像，他会打着地桩，扭着螺丝，搬着各种工具，很接地气的。这是纪录片拍摄，主推一个真实，看过后才发现他能够参与其中。这是一个顶端明星，拿出大量的时间去参与这么有价值意义的活动，没有作秀，而是真实参与其中，没有任何架子，反而谦逊低调，难怪好多工作人员都对他赞不绝口，都知道王一博是野生救援大使，身体力行践行其中，拍摄了纪录片，还参与了救援保护，同时他还参与拍摄了另外一档纪录片，那就是知名度更高的探索类纪录片 Discovery， 作为宣传中国地质风貌。这就是王一博把流量带到正确有价值的地方，没有消耗，用自己的方式来传递正向价值，把责任和担当牢牢扛在肩膀上，一个可以躺着洪水救援的人，岂会无视掉在地上的民族信仰，一个内在有大爱的人，岂会让热度停留在没有任何价值的娱乐中，做实事做有价值意义的，这种人岂能不夸，夸不够，根本夸不够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 一下本频道，专注王一博作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